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林妹，林妹，啊，杨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给你买一件衣服，你换上，看看漂不漂亮。你咋又买衣服了呢？你看我这回刚红的。我吃的特别好吃。现在也没有冬笋了，嗯，要不我等下带你上山去挖那个春笋。好了。就这样吗？对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春笋它已经长出来了，要冬笋的话就没这么容易看到了。对呀，啊，我记得上次跟叔叔一起挖的时候，在地里的直接看不到的。对，啊，来，我帮你。你知道春笋代表着什么意义吗？代表什么意义？如果冬笋是深藏不露的暗恋，那么春笋就是我对你破土而出的表白。林哥，你说我穿这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主要是你眼光好呀。不是我眼光好，是你长得好看。林哥，你吃呀。太好吃了。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再落在何地。